榴莲你看过，但是在西马的山榴莲你看过吗？西马的山榴莲品种不多，当然也没有东马的山榴莲来的颜色多样吸引人。西马山榴莲的特征就是绿色小粒，它的刺长但是软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西马的山榴莲的品种是怎么样的。打开这山榴莲，榴莲肉的颜色带点奶黄色，还是不错的。今天吃的这几粒山榴莲是原住民朋友帮我们留下来的，看看它的这个肉色还是不错，只是山榴莲的味道跟一般榴莲不一样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，当然喜欢的会特别去寻找，不喜欢的呢基本上是不会再去试这些榴莲，个人所好吧。我自己偏好山榴莲，所以我自己会特别的交代原住民朋友帮我给留着。没吃过山榴莲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，可以体验出不一样的榴莲风味。